She is so beautiful，我一直看她，因为她很漂亮，她很美啊。但是我不是看她 like this，太奇怪，我不敢。我很聪明啊，我看镜子。来，大姐喝水来。哎呦呦，大姐，你叫的啥呀，大姐？你开心吗？这还行吧，主要熟人儿。他们就是太胆小了，一旦要见女的不敢说话了。这刘姐其实还挺期待她的。我的学姐，我们六个是六个武将，只有她是一个文将，所以她拿了一把扇子，像一个军师一样在那里指点江山。这首歌它是讲关于坚韧和勇气的故事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会怕，还要去战斗的那种感觉，我们把这首歌给他演炸，这是我最大的期待。每组队伍的彩排时间都非常有限，周柯宇，你们组获得了纯真和创始人们送出的额外一次舞台彩排机会，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专属 buff 福利。感谢纯真，感谢创始人们。